好，再回过来看三十页，会接本三十页，第二条道戒。那这个忏悔的方法，我们以后再全部总说哈，这样你会比较清楚。重罪跟轻罪的，以后再全部总说。第二条根二道戒。道是对境界所犯的过失啊，戒就是禁止的意思，禁止之法啊，所以能所双举啊来说道戒。那这个道就侵损别人的财产，一切众生都是爱惜自己的财产如命啊，你如果躲财啊，啊，那就失去慈悲心，又让他啊。这个损恼，所以不可以偷盗。那这边呢分三，标忍叙述结罪。现在先讲标忍。若佛子自道、教人道、方便道、咒道，再来叙事 叙述这个事项。道因道眼、大法道业，乃至鬼神、有主、贼贼物、一切财物、正一场，不得故道。那到这边呢啊，每条戒都是这样啊，先讲人，再讲事，再讲结罪。那自己道，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不可以呢自己去偷盗，这个盗就是不予取啊，侵损别人，没有人家同意的，没有给予我们的，去拿了，这样叫做盗。那教人盗，或是教人去偷盗，或是做其他的啊方便的啊这种偷盗的侵损人家的一些动作，或是用咒术去取人家的东西。我们看这个合注呢解释，不予而取他物啊，名之为盗，就不予取啊。那有八种道法，偶一大师就解释，或卓然贼取，就是抢贼，卓然就是很公开的去抢劫。第二个成行窃取，成行就是指暗地里去偷，行窃。第二个就是暗地去偷。第三呢，诈骗，诈术骗取，用诈术来骗取。你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呢诈骗的电话，网络也有啊，有时候你就会接到人家跟你来诈骗啊，啊你中奖啦， 啊你买书啊要怎么样 ,ATM 要再转账了，因为错误了。你如果真的去转账就被他诈骗了。啊你中奖啦，赶快要缴一些税啊，啊你先缴一些税啦，啊那个你账号几号啊，啊你真的就是来听他的话呢，就被盗取了啊。或潜行，没有，或呢势力强取，第四个势力强取，用他的势力啊强取。第五呢持送取，打官司啊，啊你故意呢把他判错，让他失掉土地财产。第六抵慢取，抵慢就是耍赖啊，或是你跟人家借多了还少，就是耍赖啊，抵慢取。或受寄托而不还，人家寄托在你那边你不还给人家，你说没有啦忘记了，或是丢掉了我不知道了，不还给人家。或因疏税而不纳，就逃漏税了，那是自盗，用八种手段把别人的财物呢盗为己有。那第二个教人盗，就教唆别人呢把财物啊偷盗给自己。那教人为我贼盗贼取，乃至为我偷税也。若但教人做八种盗，力不入己，不解重罪，是使戒监制了。
如果他教人道，可是他利益没有归入自己呀、啊，那这样没有结重罪哦。那这是呢这条戒的兼治，也有方便罪就是了。那方便道者，彼物自来，他来突然放进我的口袋里啊，或是人家转账转错了，转到我的账户来，你把它方便常举，或是如攘养之类。啊，就好像呢，大家都看不到哪一只羊是他的，哪一只羊是我的啦。你把它藏起来了，这样呢也是偷取别人的财物啊。啊，你说这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拿出来啊，交给公家机关啊，或是呢，那这个没有人来领取，公家机关呢以后也会归属于我们的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拿了。或是用咒术来诈来取人家的财物，用咒道或是潜意鬼神等，有些用咒术，用道家的法术啊，五鬼搬运法啦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呢，好像变魔术一样啊，啊，你要吃哪个地方的名产，他就用法术呢，就有了啊！你放一个西瓜呢，西瓜的种子呢，放在一盆呢啊土里呢，啊，他用咒术呢，马上这个西瓜就发芽啊，开花结果，就一颗西瓜长出来了啊！这道家法术啊，啊，你要狗不理包子，天津狗不理包子，马上呢。啊，这个盖子一打开，热腾腾的包子跑出来了，因为他差使鬼神啊去天津给人家偷狗不理包子过来啊，就有一家的包子，奇怪怎么少了好几个啊，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，他用咒术，这是有的啊，这个在呢比较早期的，现在没有再看到了，这早期的时候都还会有看到啊，五鬼用鬼神的方式啊，你看起来好厉害，好仙呐 啊！那这些都是不好的行为，都是呢啊盗事啊，偷盗的事情。发云讲啊，缺水洗赞叹者，如果人家偷盗，我们也水洗赞叹，这边没有讲出来。那这边是讲说啊，杀事多可面成，那这个盗魔必须密意，赞叹水洗事息故虐之也。前面有讲说赞叹死啊，水洗人家死，这样你都会有杀罪的可能啊。哦，所以杀生的事情呢，你可以对面来陈述它，那结果会把杀生变成是就近，这样我们也会被犯到杀生罪啊。你随喜啊，要怎么样死比较好啊？啊，我教你啊，烧炭啊，怎么烧法啊？啊，怎么样自杀啊？那一根绳子呢？你要找哪一根绳子比较好？你这样来随喜赞叹这个死，这都是对面陈述，所以他会去死，我们就有罪过了。但是这个盗啊、偷盗啊、抢劫啊，都是密谋的，都秘密在完成的，他不会让你去听到、看到呢，还要随喜赞叹，所以很稀少，所以就是这边呢就省略了。再来啊，因缘法乐，杀因啊，道因道缘，道法道业，这是成业相。哦，就跟前面讲的道因，我们起心动念要准备盗取人家的东西，你的动机不良了。第二，道缘助缘啊，从缘方便开始呢啊，这个是方便的，有助缘才成就道业啊。那这个道法，用偷盗的方法，前面说的八种啊，道业就完成偷盗的恶业了，
的作为了，都具足了，前面都具足了，就成就这个业相，就犯根本的道戒啊。所以从次方便到净方便到根本的重罪了，这是他的相状。所以看何住啊，道因，那你有什么起心动念来偷盗人家呢？会用惨心、取心、嗔恚心或是恐怖心啊，惨取的心或是嗔恚心，就是用恶势力要逼迫人家交出这块土地啊，这种恶势力，或是用恐怖他啊，威胁他啊，叫黑道人去威胁他，你不啊，或是来打电话威胁他，你的儿子在我手上，你没有听到他的哭声吗？啊，就恐吓他，让他把钱呢100万交出来啊。那道缘者，那这个有一些呢助缘，他呢穿鱼窥啊，偷窥啊，偷看等呢、啊，他呢就是用一些助缘，这些财物啊。我们的财物被人家偷窥偷看到了，那他用种种的方式，比如说他用望远镜啊，他用了监视器啊，偷看到我们藏财物的地方了，所以他用一些呢偷窥偷看的一些呢哦助缘呢，来知道我们的财物放在哪里，然后他就准备这个进方便了道法，他就发挥他的方法了，啊，他来发药、捡取等等等事，他来去拿钥匙啊、假的钥匙啦、啊，或是准备破坏的工具啊，啊，这样呢的方法来让我们的财务损失，道业这个财务一举离本处，就成就了这个罪业了。发言解释。离处成道业，未离处犹在道法，道法也。要离开本处，离开这个财物本来的地方，你把他的这个财宝啊，离开保险箱啊，离开他原来的地方啊，那这样就是呢举离本处了。大意呢就是讲啊，一念起本起道心为因，一起心动念呢要准备一直想要偷盗人家了，就是道因了，远方便多种铸成其道，那这是助缘。道中呢之具方者则为法。你在偷盗当中啊，你用呢啊这个开锁的啦啊，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啊，那这个就是或是一些工具啊，就是它的道法。正作用以后成就这个道事，那就是成就这个罪业道业了。所以这边讲啦，真草判道，五钱判众也。你一争一吵偷盗人家就是盗了，但是要重罪呢是以五钱来判重罪啊。这个在菩萨界里面古德呢有两派啊，智者大师呢我们这边学的是还是以五钱来判重，新的呢法藏大师啊这本书他就是一钱一争一吵就判你重罪了啊，这个前面我们有说过了。好，乃至鬼神有主贼贼物，一切财物一争一吵不得顾道，这是举轻况重。乃至就是从重到轻啊，所以这举况啊，乃至呢鬼神的物，或是有主的物，或是贼贼的物。或是讲一切的财物，不管是谁的，有时候是畜生的，比如说老鼠的啦，啊、哦，猫狗的，那这些呢，你都不可以偷盗它。一争一吵，你就不可以偷盗它。这边就问了，有主人的物没有问题啊，我们不可以去拿。那小偷强盗抢劫我们的东西，这边就问了。取贼贼物，云何犯道？这个小偷强盗偷我们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再抢回来？回答：持有恶意，
就在比丘戒呢，这些都说明过了哈。这个盗贼贼物呢，这边有些比较复杂的，他就讲啊，持有恶意，若贼是我物，我以作思想，因为这个小偷强盗若抢劫我们的东西，假设我已经做失掉了，遗失掉了，你已经舍心了，那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。不是你的就是小偷强盗的啦，那所以你不可以再去抢夺他的东西，因为这样就变成贼富夺贼，你不要变成小偷跟强盗了，因为你已经原来认为都丢掉了，那就变成他的了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了也不可以抢，你可以报告官府啊，警察啦。再第二个，若贼是他物，若抢劫的东西你把它拿回来，假设是别人的而不是我的，那他与我无语啊，皆不予取也。那是别人的，你怎么可以看起来是一样，或是呢你怎么可以再把它拿回来呢？所以这边讲呢，盗贼呢，这个东西呢他没有给我呢，除非呢你是跟踪他，你还不做思想，盗贼还不做得想，这样才可以把他来对面再把他现钱，再把他夺回来，你再用少林武功再把他夺回来啊！你呢这样是可以的，否则你已经做丢掉之想了，那你就不能再用少林武功再去把他夺回来了啊。好，那前面呢这边是指色律一戒，就诸恶莫作止持，下面呢就讲的是作持啊，应当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做呢啊？而菩萨应生佛性，孝顺心，慈悲心，常住一切人生苦生乐。这边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，我们呢菩萨道的行者啊，对一切众生应该要起这个佛性之心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当然能够有成佛之性啊，当然他一定有成就佛道的因缘。纵然是一禅体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善根，可是以后诸佛菩萨他会有不可思议的方便，会让他来起这个善念啊，所以他当然呢还是有这个因缘可以成佛的一个呢啊体性，他有这个成佛的体性。所以我们应该对一切众生呢来恭敬尊重啊，所以呢以孝顺心、慈悲心啊，慈悲呢拔苦与乐啊，所以讲说常住一切人呢生苦生乐，常常帮助一切众生呢，让他来生福，生出来世间的福报，生乐，得到真正的快乐。真正的快乐一定要有出世间的智慧啊，所以让一切众生都有福，都有慧，我们这样来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菩萨的本法应该做的，也就是我们属于作持摄善法界要摄修的。我们看合注，佛性者，一切众生皆有当果之性，性是不改为一，他未来呢都有成就佛果的那个呢体性，那个体性就是他一定会有成就佛果的那个因缘跟境界产生，一定会有诸佛菩萨呢以非常的特殊的方便呢让他有感发呢这个善心，乃至成就圣道的一个方便。所以性是不改为意啊，啊就是前面讲常住之意啊，啊所以发言讲啊，当果之性者，当来佛果，性本同然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没有简别是哪一个众生不能够没有心，没有办法成佛了，没有啊，因为一切只要有心者皆当作佛啊。
所以背信习恶，自强善本，言当发佛性中孝慈心，不可行道损物，自甘忤逆毒害也。那一切众生呢，都是有成佛的这种呢本性啊。那我们背离这个本性而去学习这个偷盗，自己呢害我们自己善良的根本，善良的本性啊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发出这个佛性孝顺的慈悲之心呢，不可以呢做造业这个偷盗损伤一切众生的行为，这样就自甘忤逆毒害我们自己的本性了。我们做恶业，造恶业，偷盗诈骗人家的财产，害到的其实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呢成佛成就圣道纯善的本性，害到的是我们更惨。人家只是损失一两百万，我们害到我们自己去偷盗，我们呢，我们是呢几千万亿劫要去受苦啊！啊，你看是谁呢受害啊？所以我们偷人家几万几百万也好，可是呢，结果我们受的苦啊是几百万劫年，年就受不了啊，不要说劫啊，你要还人家嘞啊，那不是呢好几劫了吗？所以这个是呢伤害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呢帮助人家。你现在怎么反而呢更偷盗人家？所以而反更盗人财物者，就是劫呢不应该这样子做。所以是菩萨波罗蜜罪，那这样就劫的重罪了。何住讲，盗人财物者，意愿从人边劫重也，意显从人边劫重罪也。我们说偷盗，这边讲是偷盗人的财物，满五钱劫重罪啊。那这边发言讲，盗人财物以犯盗，那盗三宝可知矣，轻重之科详具律藏。那这后面会讲到哈，因为盗戒是最复杂的，所有的戒相里面，我们比丘戒呢也讲很多了这个盗戒最复杂的就是他的犯相很维系，心也很维系。小注讲，按南山律祖云，就道宣律祖讲啊，道通三宝，生物最重，水损一好，则忘十方防身衣解罪。故诸部律五分钟啊，多有呢人施佛物，佛并打眼可以施身，我再申述，施身得道果报。那这个道三宝物呢当中啊，道生物最重，因为生物是十方凡圣身都有份，所以我们去偷盗生物啊，那一凡圣身都解罪，故诸部五分当中都有人讲说啊，你看呢人家布施给佛啊，佛说你就布施给僧，因为我是在僧数，佛在应供僧当中，但是佛不在结某僧当中，做结某的时候呢佛不参加的，因为他是佛，只有比丘僧呢参加，所以佛法僧这时候他会分开了。可是应供的时候呢，佛入应供身当中，所以你布施给一切众生，佛他也会得到。就像我们呢早斋午斋啊供身啊，有时候我们会分一份给佛，因为佛也在应供身当中，那佛没有来吃，所以我们替他吃啊，所以呢那个逝者也有份，所以供佛物献佛物了，奉献给佛的饮食佛没有来吃或是我们心观想供养了，可是他没有来吃啊。就像呢你呢
供圣僧，圣僧没有来吃，那那个饭菜我们就拿回来，试着大家分一分都吃，因为它是属于施献给佛物。可是他献钱没，他没有来献钱吃，那就是我们分掉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共生啊，乃至比如说好布施啊，我们也分一份，乃至钱好了。其实佛不拿钱，圣僧他也不拿钱，哎，可是你也分一份给他，他没有拿啊，没有拿，拿回来就给常住生这样子了。所以施生包括佛，供养大众生会包括佛，我们会分佛一份啊。饮食也可以看得到，有时候我们会讲啊，如果他要布施钱，有时候也会讲说啊，圣僧也有一份，有时候也会这样子讲，其实圣僧都没有来啊，都变成十方僧了。所以这边讲，又方等经云啊，忤逆世众我亦能救，道生物者我所不救，与汝入藏分生护传等经广成。那这边呢提到呢，这个忤逆世众我亦能救，在方等经里面这边讲啊，啊，那忤逆世众的罪呢，你持这个咒啊，或是呢诵这个经啊，你都可以啊，得度了。为什么道生之户他不能够救呢？不是他不能，不是他不救，而是你这个业啊，恶业重呢，啊，这一下子救不了，啊，恶业很重，因为你是对十方凡圣僧结罪，所以恶业重，这不是一次有办法救出来的。就像目犍连尊者的母亲，他杀生啊，啊，奸佞啊，目犍连要以他的道力来救他，一个人救不来，不是目犍连不救，而是他母亲的罪业太深了，没办法一个人救出来，要十方啊，七耶稣十方呢共生呢，以他的道力功德啊，布施的福报啊，回向呢，才有办法救出来。所以这个恶业很重的时候，就表示你看他是十方凡圣的恶业，那一个菩萨也救不出来。在《方等经》里面讲，那一个菩萨的不是那个菩萨不救，不能救，不是，而是你这个恶业呢太重了，啊，所以道生物呢我所不救，就在警惕我们啊。好，我们看呢，犯缘啊，结罪轻重，此戒呢被五缘沉重。一是有主物，二有主无想，三有偷盗心，第四满五钱，价值五钱，第五距离本处，这样就犯。那这个盗戒呢？啊，先约呢？啊，就在刑事里面他是讲多了，约呢有主物啊，三宝物啦、啊，啊这些呢，别人啊，畜生物啊等等。啊，那最主要是指有主物，有主人的物。我们看第一个是有主物，那上品的有主人的东西呢，是指什么？佛法身，佛物法物现前生物。上品的佛法现前生物，十方现前物，这个四方生物就是指十方啊，啊，就是我们僧团的四方生物，寺庙的东西啊。还有父母师长的物，那这就是属于上品的财物。如果犯了，就结重罪，啊，又结重罪。那中品的是有主物，是人物，还有天物，天人的物。那道人物是犯重罪，中品的。那包括道这些佛法身、父母师身的物。那其实这边的佛物，这边的犯众呢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。佛物啊，这边犯众是指，这边是要怎么样解释？是约一般人来看，你如果佛在世的时候，你去偷佛的东西，偷佛的衣钵，当然其实你偷不到。
但是假设说佛在世的时候，你去偷佛的东西，偷圣人的东西，这样你就犯众，是约这样来看。那如果约佛来看呢，你会犯轻，因为佛他对他的东西无我无我所，佛无有所有之心，他没有占有之心，所以啊，你去偷他的东西犯轻。所以我们说拜鬼神的东西，或是你去拜佛的东西啊，供养佛的东西，人家在拜拜供佛的东西，你去偷，或是你不要偷，你去呢啊，这个呢宝贝好了啊，你去呢这个执教啊，拜一拜啦，宝贝啦，我佛菩萨，我肚子饿了啦啊，跟你呢啊，这个呢拿你这边的饭菜吃啦，就像你跟鬼神讲一样，他答应了，好，几杯就好了，不要太多杯，不然等一下吃不到。哎，他答应了，你就把它吃了，或者你没有宝杯，没有去执教，你偷他的东西，鬼神啊，佛菩萨的东西啊，那这时候在声闻界里面，我们会看到他无所有心，或是呢，鬼神的话，他会就下面讲的鬼神物。还有天人的物，天神的物，这样犯轻，那佛呢也会跟这个一样来判，因为他无所有心，或是呢啊，这里呢佛物有两个判法，这边只有讲到犯众啊。再看下品的鬼神物，鬼神物呢还有畜生物，这是下品的，你偷它结轻罪。那这个小注讲，有时候呢如果也可以结重罪，可是呢不吃戒啊，就是有些人会判呢啊，连畜生的物，连一点点东西都是不可以的，一切众生你不可以伤害损恼一切众生，就跟前面杀戒一样，杀生我们是约杀人啊啊，或是乃至杀来非人呢，听得懂的你都不可以杀，杀了就犯众了。那有些畜生他听不懂的，你虽然杀还是犯轻，有些是这样判啊。前面我们这样讲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如果有些会犯众的，可是这些都不是戒啊，都不是戒，跟前面杀生戒一样啊。好，静想有主想呢，有主物，有主想，或是有主物，有主疑，这是有主人的东西哦。你在偷的时候，你在抢的时候，你也知道有主人的，你还去偷还是抢？你在抢的当下，你就结重罪了，抢完了，或是有一点怀疑啊，不管啦，还是拿啊，结重罪。如果有主物，无主想，这样不犯。比如说呢，有主物，我不小心呢掉在地上的东西了，结果呢人家来捡到，他一看，哎，怎么丢在垃圾桶呢？啊，这不要了。其实这是有主人的东西，而且呢他可能不小心或不知道丢错东西了，那他去拿呢，啊，你这个放在垃圾桶不要了，他拿了，无主想，这样不犯啊，这没有人要了，这样不犯。那如果是无主物，无主想，没有主人东西，你也认为这没有人要了，废弃物啊丢掉的东西，这样拿也不犯。无主物，有主想，或是有主疑，这样结轻罪。因为啊你呢认为有，诶，这可能有人的哦，或是有怀疑哦，你还拿，这样就有损恼众生的可能了，只要有可能就结轻罪。再来人物，人物想，
人误以这样解重罪，是忍的东西。那如果不是忍的东西呢，是非人物想呢，那就结轻罪。那非人物、非人物想、非人物以，或是人物以，哎，这是忍的还是畜生的还是非人的，那这样都结轻罪。好，再看第三，道心。道心它不与不与你想要把它归为己有，有这种想法，有主人的财物啊，那他不给你，你就要想要把它拿来归于自己，这样就是道心。所以道心讲非与非与想，非己物想，非粪草想，非占用想，非亲后想，正是业主。除非啊，除非啊，啊，除非他给你了。那余想，余想这个想就是指，有时候不一定，你认为他给你了，或是呢，己物想，你认为是自己的东西，你在呢牵车子的时候，你认为这一辆是自己的车子，其实不是啊，这一辆脚踏车是别人的，可是品牌是一样的，你牵错车子了，你认为是我的东西啊。粪扫想，粪扫想说你认为是人家不要了，丢在垃圾桶了，这粪扫想，所以你没有道心。那不一定人家不要了、哦、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你是当下是没有道心，所以你不会不犯啊。在占用想，你暂时借用，那等一下会还给他，那这样不没有道心。再来亲后想，这些都开源啊、哦、你认为他是你的好朋友啊，那这个我跟他呢先拿来用没有关系，他也不会介意啊，他的就是我的啊，我的也是我的。不可以亲后意想，要是他是他的，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他的，这样才叫亲后意想。他用我的东西我也不会介意，我用他的东西他也不会介意，这样就是两个人感情真的是很好啊。他呢能够呢难忍能忍啊，难做能做啊，啊，有苦不舍，贫贱不轻啊，啊，这个秘密相告，互相互残啊，这是你的感情很好。这样你拿他的东西呢都没有道心，这样就不犯。所以反过来反上呢都不是这样的想法，你去拿就是道心了啊，正是业主。再来第四，值五钱，价值五钱，取值取五钱，五钱这边讲来，古铸啊，西铸一钱呢，值十六小铜钱。这个五钱呢，啊，这个在道界里面呢，五钱是一个争议点，难判的地方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前面呢，或是在比丘戒五戒的时候呢，也讲过了，每一步啊。或是注解啊，或是律师啊，或是各个地方的解释，这个五钱都不一样，都没有准确的说明，每个国家制度也是都不一样啊、嗯。我们在道宣律祖呢讲这个五钱的时候有讲过，有三种标准啊、嗯。第一个是原来王舍城那个国家的用的钱。那个币值的第一种，第二个最严呢、啊，第二个五钱就是五块钱，那个是基本的钱、哦、因为每个国家它都有一个基本的元，你只要看它这个钱就是元，基本的钱，基本的元啊，美国、啊。美金啊，一块钱、两块钱、五块钱，那就是五钱。日币啊、新台币啊、英镑啊、人民币啊，五块钱。这样你只要当地流通的货币取五钱，就犯重罪，这是最严的。第三种，
五钱是原来死刑犯的罪，所以约现在来看，死刑犯偷盗多少呢？那个钱就是重罪。问题是现在呢，都死刑都被慢慢废除了啊！你抢劫啊，骗人家几十亿、几百亿，你不会死刑，所以这个也很难判。那第一个呢，这个王社成的国家用的币值啊，这个五钱呢，现在那个购买力的价值也很难算。在原来《易经》三藏呢，他翻译的啊，这个我没有给你们讲义哈，你们听过，因为大部分都听过了。王舍国原来那个是五摩沙迦，所以《易经》三藏呢，他翻译是五摩沙迦，五摩沙其实不可以翻译是钱，因为钱是基本的单位。这个五摩沙呢是金币的单位，最高的金币单位。不是基本的单位。原来在比丘界，我们看到了偷盗呢，比丘呢是诈骗呢啊，国王做这个云梯的木材，做云梯的木材呢，它价值多少？那时候判呢价值五摩沙，或是以前呢比丘呢穿的袈裟，价值满五钱五摩沙。其实不是五块钱啊，是五摩沙，是金币的单位。那所以判死刑，因为以前袈裟是昂贵的。那个五金币五摩沙呢，易经三藏他翻译说，那个一摩沙的金币啊，大概一个梧桐子的大小，梧桐子的大小大概是我们小指头啊，小指头的大小，一个梧桐子，梧桐树，梧桐树的那个果子，一个梧桐子的大小，那个金币的单位，一个梧桐子的大小。那当然，金子呢的价值，古代啊，现代有时候也不大一样，购买力也不大一样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钱数啊，五摩沙呢，金币的单位呢，啊，那到底是几公克的金币啊，啊，或者这个金币是几钱的金币也好，金子现在呢，一钱呢、啊，一钱呢，一两万块的样子，啊。所以这些都很难判了，就约新台币来看，这些都很难判。所以道宣立主他是约的很严的，流通国家的五块钱你就犯重罪了，因为一块钱一针一巧都不可以盗了，你还偷人家五块钱，所以你偷了人家一支圆珠笔，现在一支圆珠笔新台币15块，贵一点30块，重罪杀头了啊。那所以这边呢，我们讲五钱啊是难判的一个地方，道界维系跟争议点也是在这里。所以判罪宜通，要判罪呢宜通，要判你罪的时候会通达这个前后，还有会衡量那个价值，不会说你偷拿了人家一支圆珠笔我就判你重罪。但是呢，你摄修虚己啊，摄护虚己，摄持这条戒相呢，跟你讲五钱就是五块钱，好，就五块钱，五一块钱都不可以偷了，不要就往五块钱。所以摄护虚己呢，在讲是在讲解戒法的时候，大部分我们都会讲五钱就是五块钱，那你就这样听，五块钱都不可以偷了，你怎么可以去偷呢？一块钱也不能啊，啊，所以盗戒我们都会吓得要命啊。有时候我们执事呢管理呢常住的钱啊，或是我们呢点座啊，或这些、欸、这些呢都是自己要掏腰包的，怕呢又要精神常住啊，而且呢做一些工程啊，做一些事情啊，哎呀好吧，反正都补贴了啊。所以这里就是
因为啊他维系啊，既然五块钱好，那就社户须急，很急切的来持这个戒，这样我就不会犯戒了。但是判罪的时候，你找我们判，我们不会用基本的价格来判你啊，你要几万块新台币以上呢才来考虑吧啊。你说几十万，我判过一个几十万的，十几万的，我就判他重罪了。十几万，你诈骗，十几万，我判你重罪，啊，十几万已经几个月没有吃饭了，已经死掉了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是那个前述啊，或是在判罪的时候会通达那个事项，到底他是怎么样去侵占人家、诈骗人家的，哈、哦。所以南传国家呢，原来有讲呢，1988年的五钱呢，美金20块钱，那也大概现在呢，啊，现在呢，以前比较大，以前呢一比四十几，啊，1:50，那1000块不到啊，新台币啊，啊，现在呢，美金20块呢，才6700-800块，600多块的新台币啊，所以这币值都会变动的，一件袈裟。有些讲一件袈裟，偷哪一件袈裟满五钱，袈裟也会变的。古代袈裟价值很贵啊，现在袈裟都不值钱啊。你这边呢，新台币一件袈裟呢，700-800块也有啊，2000-3000块也有啊。你若到中国大陆、到缅甸、到泰国更便宜啊。到缅甸，哇，便宜的要命啊，几十块嘞，100块就有了。所以这个钱数你就记住，社户须急，钱啊就几块钱，我社修要很急切，所以只要取五钱，价值五块钱，我就结重罪了啊！不管到底16条小铜钱是多少钱都不要管了。那如果取四钱以下就结轻啊，或是虽重不失戒，就是新的，有些新判来说一块钱就重罪了啊，这边有些小注就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现在判还是约五块钱，就是五摩萨了啊。那你若索取二番三番取有意相续者，那加起来满五钱就结重罪。如果你没有相续心，每一次取完了啊，一次偷一块钱啊，不再偷了。可是下次你又临时又想到啊，再偷两块钱啊，不想再偷了，都没有要相续。这样就一次一次判，就不满五钱，结清，啊，好了，先讲到这边啊，因为这个呢比较复杂。好，向下场，未来日回向。